怎么样？这房间还可以吧？太好了。你要是害怕，你把门从里面锁上。不过呢，我这是高级住宅，一向非常安全。哎，冰冰，我你不会担心吧？你可真会开玩笑。那行，别想太多，好好睡一觉。有事儿啊，喊我一声啊。好的。哎，冰冰，要不你再给大红打个电话，他这会儿啊，没准满世界找你呢。他活该，也该让他急一急了。我先不打给他。行，随你便。Good night。哎，good night。Hello，陆大红，是我。平平，你在哪儿呢？我一直在找你。你找我干嘛？以为我不赖着你，我就活不下去啊？平平，别生气了啊，都是我不好。你告诉我你在哪儿了吗？我现在去接你。我不想回去，我住在外面挺好的。给你打电话不过就是报个平安。不用为我担心，好了，挂了。哎，平平，你在哪儿呢？我想去看看你。我在康兆明家。康兆明？你怎么在那儿啊？你以为你不管我，别人都不管我呀？好吧，那你小心一点吧。行，我得去看看。一宿没睡，累不累？你去吧。那我走了。大红啊。平平把事儿都跟我说了，这事儿啊，我得怪你了。你说你千里迢迢把人家平平办过来，就对人家这样，那当初就别把人家办过来，是不是？其实啊，平平挺好的。你们俩好好谈谈，我给你叫去。哎。平平，大红来接你来了。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来干嘛呀？我担心你。有什么好担心的？看过了吧，挺好的，你可以走了。你跟我回去吧，啊？你不是不要我了吗？我跟你回去干什么？你不嫌我，我还嫌自己多余呢。你住这不合适。哎，我声明了，我没什么。这关键是看平平愿不愿意。我愿意住这儿，我住这儿挺顺心的。大红啊，我也不好多说什么，这说多了，平平以为我要撵他走呢。大黄，我看要
要不这样吧，你要是放心的话，你就让平平在这多住两天，让他把心情理顺了，你们俩的疙瘩再慢慢解，你那会儿啊再接他也不迟。行，那就这样，行吗？那就麻烦你了。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嘛。平平，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你想回去，我随时来接你。啊，我走了。我走了。再见。喂。平平啊，你这是何苦呢？大黄，等等！哎，我马上去办公室，顺便跟你说两句。刚才啊，当着平平的面，我只能这样对你。我知道。大黄，这没人规定说男人不准变心啊，关键是得把关系处理好，怎样又能达到目的，又不伤和气？你看你，这后院都着火了，前院能踏实吗？我头一回碰这事儿。大红啊，你呀、啊、诚实的发怒，回去好好想想，看有什么办法把这边安抚住，那边也不耽误。这事儿我有经验，肯定有辙啊，好好想想。Is this the law firm? I am Fenima. Is this Kanjani here? Could you help, please? Miss Fenima's on the phone for you. What now? I'm sorry, he's in a meeting. Could I get him to call you back? He's out again. Why, he's always not in the office. All right. I'll call again. Thank you. Bye.有客人。I don't expect anyone here. 我马上回来啊。啊，是你啊。赵明，你在家？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律师事务所去找你，你不在。你有事儿啊？明天还是到办公室再说吧，好吧？明天你可能又不在呢。如果你不方便让我进去的话，咱们到外面去谈，嗯？我没别的事情。我就想问问，我移民的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那事儿啊，基本没戏了，别抱什么希望了。事在人为嘛，你再想想办法。你知道，我为这件事情已经付出很多了。这事儿啊，我已经尽全力了，但是难度太大。你原来可不是那么说的。你不是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吗？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移民政策每年都有变化，限制越来越严，政策又不是我定的，
我有什么办法？你就想用那么几句话就给我打发了？结果就是这样的，你让我能说什么呢？那咱们的事儿算完了。这种结果我也挺遗憾的，不过我们都是成年人士吧，我们做什么事儿都是经过考虑的，你说是不是？哼，那倒是。不过康兆明，你给我听着，这天底下可没有白吃的宴席。罗天林不想进你们，要不你们先回去，下次再来。这段时间我们先做做他的工作。麻烦您再跟他说说，儿子马上就要回加拿大了。这个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妈，我们走吧。谢谢。我想看看你。看我什么？明天又不是上刑场。我回加拿大之后会经常回来看你和爸爸的。你爸爸那样对你，你不往心里去，他是不是转不过弯了？等他想来想明白了，他就不会怪你了。我怎么可能怪爸爸呢？为了我，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我怎么可能怪他？只是他不太明白，我真的是宁愿什么都不要，也不愿意失去他们。而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您，妈妈。你搬回姥姥家之后，我会定期的把生活费给你寄回来。先别说问题，妈，在加拿大找工作很方便。你又要上学又要打工，身体怎么吃得消啊？妈，别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你放心，我会顺利的完成学业，拿一个硕士学位回来，不会让你和爸爸失望的。儿子，嗯，你长大了。长大不好吗？长大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你也有了依靠了。还有，妈，别哭了，眼泪流下来，你以前的面膜都白做了。
Hi, I'm Luo Yi. I just come back from China. I'm sorry. I have to terminate my rent agreement 6 months early. Could we meet to talk about it? I will wait for you. Miss, are you looking for someone? Yeah, I'm a friend of Loi who lives here. I come to help him check the room from time to time. Oh, I see. Welcome. I'm Roberts. I'm the landlord of this house. He didn't tell you that he moved out? Is he back from China? Of course. You didn't know that? Do you know where he has moved to? I'm sorry he didn't tell me anything. Thank you. Sorry for bothering you. Oh, I think I should return this. Oh, thank you. Bye-bye. Bye.喂，大红，我是小雪。你知道罗毅回来了吗？他没跟你联系啊。他也没跟我联系。那好吧，我再打电话问问杨希。喂，杨希，我是小雪啊。罗毅回来了，可是他没跟我联系。那你帮我看看他是不是在学校吧。好，我等你电话。Thank you.
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先进屋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几天了。昨天我去你住的地方，房东告诉我你搬走了，所以我就把钥匙还给他了。谢谢。你现在搬到哪儿去了？我呀。Marine Drive， 这样离学校近一点。怎么突然决定搬家了？为了换一个新的环境。后来一直没接到你的电话，你家里的事怎么样了？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你妈妈她还好吧？还好。小雪，我的车你没有卖掉。我是觉得车行杀价太狠了，要是卖了实在有点亏。这么说，那20000块钱是你的？反正我也不急着用钱。小雪，这是14000块钱，剩下的我会尽快的还给你的。你还是把车给卖了。从我家到学校是不用车的。你何必跟我这么客气呢？你也知道我不喜欢欠别人的钱。随便你吧。对了，杨希现在住在我这儿。他现在和大红怎么样了？大红和王平平提出分手，后来王平平发现是因为杨希，所以他们三个也不可能再住在一起了。其实这个结果我已经预料到了。难道两个相爱的人到了最后就不能够在一起吗？对了，你新家布置的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帮忙？都已经收拾好了。那什么时候请我过去坐坐？嗯，我先走了。干嘛那么急啊？你还没吃饭呢吧？吃过饭再走啊。要是你不愿意在家吃，咱们也可以出去。啊，不了，我现在找了一份工作，所以得一边打工一边上课，没有太多时间过来陪你了。没关系，你先忙吧。哦，这是我新家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好吗？我走了，我送送你。找到工作了吗？还没有，试了几次都不行。你呢？找了什么样的工作？我还没决定呢。行了，别送了，回去吧。我不在的时候，谢谢你给我的帮助。罗毅，这个还给你。罗毅。
注意身体。大红，回来了。嗯，等我等睡着了。我刚下班过来给你收拾收拾屋子，累了我躺了会儿就睡着了。几点了？11:30了。哟，我得回去了，小雪等我呢。别走啊！不行，我得走。让我抱抱你吧。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都为你担着心呢。回来有几天了，只因为太忙了就没和你们联系。哦，那你告诉小雪了吗？见了一次我们。注册亲友吧。别介意啊，我跟你开玩笑的。怎么样，家里的事儿？没事了。真没事了？要有事儿你就说一声，这么多朋友总会想出办法帮你的。我说了，没事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谢谢。罗毅，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客气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话惜字如金，好像不太愿意搭理我，没说两句吧，骑车就跑了。我觉得他人瘦了，也憔悴了，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小雪，他还说跟你见过一面呢。他昨天来过这儿。昨天就来了？幸亏我昨天晚上没回来。他坐了会儿就走了。坐会儿就走了？你们俩这算怎么回事啊？不见面吧，互相想着；见了面吧，又互相扛着。他来是为还我钱的，还说剩下的要尽快还清。哦，他说他现在找了一份工作，会很忙，不能常来看我了。他怎么了？怎么对你就跟对陌生人似的？我觉得他现在想把自己整个包起来。嗯，可能是吧。也许是北京的事儿对他打击太大了，他不想别人知道。可咱俩也不算别人呢。小雪，你别多想。我觉得罗毅这么做不是因为对你感情变了，相反，恰恰是因为他爱你。我不怪他，我只是想帮他。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帮。他那种态度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你是不是早就爱上罗毅了？要不然我去
找他帮你谈谈。别，他大概就是想自己安安静静的过一段，还是先不去打扰他了吧。哎呀，那你说你们俩都这么扛着，算怎么回事啊？回来了。嗯。哎呦，萍萍。嗯。我现在可知道什么叫出水芙蓉了。是不是当律师的嘴巴都这么甜啊？大红嘴不甜啊，可人家大红可比我有福气啊。我见过你太太照片了，挺漂亮的，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相貌啊，不能说明一切，关键还是味道。你看，这两条啊，全让你给占了。不是我说大红，她真不懂得欣赏。你是不是见到所有的女人都这么吹捧啊 ？No， 天地良心，赌你这一份儿。要不是朋友知己不可戏呀、啊，我早就追你了。你是有妇之夫，追什么追啊？那我离了婚再追啊，现在只好表忠心。好了好了，别闹了，吃你的苹果吧。Hello， 喂，啊，大红啊，你找萍萍吧，你等着啊，萍萍。干嘛？萍萍，这几天过得好吗？好的不得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家？哪儿是我家呀？住他那儿算怎么回事儿？的确不是回事儿。你不愿意回我这儿来，我给你租一房，你搬出来住。说到底，你还是不想让我回去。我干嘛用你给我租房子？我现在已经找到场馆去工作了。等到第一个月拿到薪水之后呢，我自己会找房子，不劳您驾。你上班工作累不累？别没话找话好不好？我要睡觉了，挂了啊。那我改天给你打过来。萍萍啊，你不能老枪持人家大红，大红也挺难的。我看人家挺有诚意接你回去的嘛。我看了，他根本就没这个打算。现在还变着法让我去别的地方呢，这你就多心了。来，喝一杯消消气。这什么呀？红酒啊。不行不行，我可喝不惯这东西。哎呦，这红酒啊可是百利无一害，美容养颜安眠，天天喝还能长寿呢。有那么神吗？来，喝一杯，好好睡一觉，把一切不痛快都忘掉。我才不气自个儿呢，气坏了指不定谁高兴。这就对了，来 ，Cheers， 干杯。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我们不能这么做。妹妹，大红不照顾你啊。I'll check every you, OK? I'll check every you. I'll check. 不能这么。
大红，你是男的，你帮着分析分析罗毅的心态。嗯，这有什么难理解的？你想，他以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冷不丁的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你换谁都转不过这弯儿了。再说，罗毅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他心里越喜欢的人，他越无法面对，所以啊，他根本就不愿意让小雪和咱们同情他，他宁可受苦受累，也不愿意受这个。Hello， 大红，是我。萍萍，怎么了？你现在能来接我吗？能啊，去康胜明家。不是，我在唐人街西口的桥下边。你怎么在那儿啊？你现在能马上过来吗？能，我马上过来，你等我啊。是萍萍啊，她要回来。她离开康兆明那儿了。不行，我得去接他去。你去吧，我等会儿也得去上班了。行，那我先走了。来这儿了，啊！大红，大红，怎么了？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啊？来来来，起来起来。什么事儿了？啊！大红，啊，我能到你那住两天吗？行，走，不哭哭了啊，咱马上走，啊，马上走。谁欺负你了？嗯？到底怎么回事？你别瞒着我。啊？